素颜跟化妆一样漂亮啦。那讲那么多，到三点下班，手工薯条超级好吃，陈志豪，这站不要来了，那个人是很白痴哦。不要怕啦，然后还有很乱的分叉，还有去补习班都给我来吧，超喜欢的。对，我还是六六找庄永杰他们，他们六班，对对对对啊。帅个午觉，现在到几点？花了100点，你妈最终点12点，是传说中的12点，地下黄金休息时间，我的声音满点。帅个午觉，帅个午觉。这个四大运动，赞，完结结束了。活动缩写名称叫四大运，也就是新世纪第二台北市武装机甲大活运转发布会。本活动将由台北忍者孙子柏林摩粉的亲自驾机台跌倒前出道剧。这个剧本是谁写的？赞。鉴于此，这次台北市政府在游泳比赛的场地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规划，改用一种活动式的游泳池，在赛会之前呢先组装好，比赛结束之后可以直接拆掉保存起来，等到以后有需要办比赛的时候呢再拿出来重新组装。我发现这个奖牌是巧克力做的。赞。